它靠着呢，靠着顶着头会好一点，不然脊椎受不了。去外面沙发上睡啊，你去外面沙发上睡。哎，对啊，那是个好想法，为什么我在这睡？我是不是傻？不知道不明了我想要为什么，我心明明是想要起却孤单的黎明。我们两个刚才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坐在沙发上睡觉，有人坐一会发现外面有沙发，为什么要在那睡？林安，不要跟我说话，不想跟你说话，不想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你出轨了。我推一点，你就稍微正一点。Fighting！激情过，我呀一眼都不看我，醉了。他最近都那么敏感，他比较容易吃醋。哎呀，我要那个奶茶。我也要，帮我也点一份。严安也说他想喝，他不想理他。你就可怜可怜他吧，不想渴。你看都已经抓我手了。哦，加一份珍珠。你看他撒娇，撒个娇给他。讨厌。他说他想吃过你米粉。他不想理他现在。我跟他说话，他又没有理我。你是小媳妇吗？会生气呢。我睡了。我发现你性格蛮可爱的。我真的要睡了，不要跟我吵，你话太多，你话比我还多。我要让你变安静。你刚才说你话比我还多，是我想到一句话，爱我你怕了吗？